送你们去的，会。旁边这个是回去的路啊，这是回去的路。掉下去了，都反了。蜘蛛房里面，你们的意思我又要打一遍蜘蛛咯？哦，你们有啊？我操，雾太大，我没有看清是吧？我操，这蜘蛛！烦死了，这蜘蛛啊，烦死了！我操！来，来，我操！哎呀，好多呀！稳稳住狗，稳，直接稳，稳死的走，稳死的走，冲马上就死！我尼玛，几个位一起就死，马上就死，两个蜘蛛呢，打我好疼，打我好疼！这个游戏他妈两个怪以上就必死的，尼玛！先把狼拉出来，狼是个威胁，刚才运气好把狼拉出来打了。卧槽，狼出来了， OK， 狼出来了，有机会了，有机会，狼要出来慢慢打。哎呀我操，哎呀我操，俩小蜘蛛，我操，蜘蛛怎么跑过来了？哎，我操！哇，他伤害，尼玛！我吓老子一跳，尼玛了个狗逼！我操，狼呢？狼回去了。哇！哇！狼呢？刚拉出来的。明显啊，漂亮！一个扔表，我操！不能死，不能死！千万不能死，千万不能死，千万不能死！赶紧跑！我操，赶紧跑！我操，赶紧跑！赶紧跑！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摇铃表。
啊，尼玛，没有药了，我尼玛，哎呀，我操！哎呀，我操！哎呀，我操！两个蜘蛛把我打成这样，我操，没有药了，操了！蜘蛛无限召唤，对，无限召唤，我要打那个召唤师，不行，哎，三瓶血。那三瓶血，现在只有一个法师了，然后把狼引过来，狼引过来，哦，有三瓶血。妈，无限召唤的，我操！楼下，我操，搞定！我操，搞定！我去 ，OK， 召唤师死了，我尼玛，他们也活不了，43万。雾太大了，我没有看清门。蜘蛛房这边没有门，我哪边有门？操！我终于清完了，我操，好难打啊！呜，钱算是保住了，最后三瓶药了。问题是，这三瓶药了。嗯，不对啊，雕像第二层是在上面吗？中间。没有啊，没有啊，我找下水道，我都说这边没有了，你们不相信，我勒个操了，让骗老子过来，我的妈！那没有啊，那没有啊，哪有啊？我好不容易打过来的，我是雾太多，根本就没有楼。哪有下水道？鸡巴毛！根本不在这个 boss 房。我也没有找到下水道啊。下面，在重生点。嗯。旋转楼梯上来，那边有个小门。找找。旋转楼梯没有小门，那小门是回去的路。还有一个宝藏室，宝藏室我去过了，宝藏室我去过了，这条是回去的，这条是回去的。然后下面那个小门呢，下面这个小门它是那个宝藏室，你去过拿过了，那边走不通的，宝藏室走不通的。嗯，都走完了，不是这边一开始就走错了，那问题是他只能走这边啊，机关那个地方。那我先回去升个级，可能一开始走错了吧，应该在这边，根本就不应该上楼梯，不上楼梯的话那没有地方可以走啊，没有地方可以走，点灯这个位置嘛，对吧，就往前嘛，也没有错啊。机关左边没有，机关左边没有东西啊，没有门啊，嗯，所以找路是个很头疼的东西。OK， 升个级，我把武器这个什么东西啊，全都修复一下。可能一开始就不在吊桥那个位置，对，可能是这样的。开始就不在吊桥那个位置，这个每一个副本都随机生成的，随机生成摆渡不到。我们现在是打第二层，第二层，
累积奸臣，所以这是一个很烦的东西啊。嗯嗯，同样的副本开同样第二遍，它的随机生成，写出啥？地形也好，什么也好，要有了自动补，我回神自动补的，我仓库有用，自动补，谢点点。他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呢？等一下，我先自己单挑，等我跟基友联机。那这边左边那个门不行，那只能从这边走，还只能从那边机关那个位置是吧？机关那个位置有别的房间是吧？看机关那个位置，好。哎。啊，对，机关房的左边，哎，对，哎，就这个，哎，就这里，哎，操！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嗯，哦，对，这个门啊，对，然后往下面走。哦，这拐个弯就到了，哦，下水道，哦，在这，哦，这个好疯啊！啊，这边的 boss 房，这边 boss 啊，就拐个弯就到了。哇，啊，好厉害！哇操，好疼啊，打人！怎么刚好每一闪都被他打到啊？哎，我操，我要被他们打死哦！两个疯子，好，哦，这边房间一开就是 boss 了，操了，那转了半天，贤者的长发，宝石，哎呀，我操，你妈！开始了，打 boss。这尼玛，这他妈路找了半天，我说呢，他妈打蜘蛛打的头疼的要死，打头疼要死。OK， 好，哎，这尼玛太尼玛坑爹了，大 boss， 什么 boss 啊？来。小干，雷兽，来，雷兽，来来吧。越想枪反，越想反不到。嗯？小队长，尼玛！啊哈哈，啊哈哈！哟塞，好老的！暴绝，反抽一个反抽。哇操，你跑这把跑得快，哇操，来来，
啊操，来右侧比利狗逼，我狂暴了，来吧，来来哟哟，哦求死，去妈的，我操我的，我被他套路了，我操不能不要，哇一个反抽，操哦没血了，我头没药了，他反抽我，哎漂亮，哇操，谢谢铁笔南叔送的一个挖掘机，牛逼啊，谢谢，我点把最后一点血荒了，操你妹的，哦你死定了，我操你死定了，你妈哦你死定了，我操我去你死定了，把我打成这个逼样，你妈我要不多，刚才要不多，我操，哎对啊我刚才用枪把他射死也可以，妈忘记了，哎呀忘记了，用枪把射，他就一点血啊，但枪伤害不高嘛，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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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死，是吧？一次啊，刚有一点吧，一枪一百伤害啊，那一枪就套牢了。嗯，反抽我是吧？好的。嗯嗯啊，哟哟我操，我操差点一套连毛连，来好垃圾，我操来，哎来我拉去，反抽我呀，我操我操非常棒，我操非常棒，来OK 就出2500，这小鸡巴毛老子不要的时候啊，哎你真的是慌，刀去砍一刀吧，任选我这个空气波，我操我怎么被这个垃圾杀两次啊，不会吧，谢谢打浪谢谢啊，哎啊有点耐心耐心啊，我觉得他这个垃圾我你妈跟他拼啊，我操拼不过拼不过，你妈哎呀小逼崽子菜逼，我你妈打的你叫爸爸，来 OK 来，我去小逼崽狗逼碗狗逼碗，打到半血就一刀流，我你妈我血盘三刀流，嗯先拿钱，一二退，嗯，节奏，一
二，我操！我这个闪避，闪快了！哎呀，我操！我怎么还往前冲呢？操你妹的！我被套路了，操！我怎么还往前冲呢？操！哎，小 B 变厉害了，还是我变菜了？啊！行，拉开节奏，来，闪后闪，我操，后闪太快了，啊，一个反车，我操，完蛋，完蛋，被逼墙角了，啊，怎么一次不如一次啊？节奏，来，漂亮。网爆了是吧？网爆了。哦，输出三千一。哎，我操了！小逼，我操，有点厉害啊！妈的，我狂暴了，我操 ！P3 进 P3 了，脑残怪，来，浪，还是不浪了，稳一点，打稳一点，没什么技能。我操，是飞爪，深龙爪，我师傅不要，虚了一下，虚了一下，不慌不慌，能慌，我这个闪避，我操，我操，不慌，好，北斩，不慌，闪避太快了，好，漂亮，漂亮，不慌，漂亮，转头，攻击节奏，哎呀我操，掏我心，操，闪得漂亮，闪带走，耶妈，这垃圾，我去垃圾他妈打我三次啊， OK 11万，操，我操，被垃圾打死三次，我你妈，这是我的技术啊，啊他妈的，下一个 boss， 下一个，妈了个屁，谢谢黑色幽默，没有，都是属性宝石，都是电火血质等等，有很多。好的，再加一级技巧，还是太菜，我菜吗？我天，把我那么牛逼好吧？这可是七周末最难的一周末，嗯。而且我打的是深度五啊，他深度五最强副本，一体右破，谢谢。哎呀，我一个人打一个小时很正常了，哎呀，又不是跟基友联机，你们想让我跟基友联机吗？啊、UW， 这深度五，这深度五，虽然不是最难的深度五，但也是深度五呀。对吧，也是最强副本啊，我没有并我并没有说这个副本是最强副本的，呵呵，那是最强类型，对，最强类型，最强副本，嗯，谢谢付晓，
那也很难了、啊。连机啊，跟机友一起啊。啊，谢谢小杰，牛逼啊！游轮前第三层，因为我在第三层呢，下我打完不打完这个副本跟基友联机吧，打完这副本吧，打完，因为这全球联网呢可以跟基友一起玩，那基友一起呢轻松很多啊，那我不需要，我老是怕被人阴，咦，这边有东西，召唤维图斯，召唤一下，嗯。深度五放贡品变态，难度变态是吗？哈哈，放贡品变态，对你来说变态，对我来说不一样。菜花头啊，你玩那么菜，每次一上 boss 窝，你马秒开秒死的。OK， 你跟我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完全是两个。哎，火骷髅。哎，跟老王连招啊！我操，这些主席送的15个啊！大血瓶，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席。我操！这个疯婆子，操你妹！差点把我操了。哇，这个猎人有点屌啊！你呀嘛，有点屌啊！嗯。嗯，好，开门，灯，干他呀！我勒个去啊！卖鸡巴萌啊，卖萌！奥飞，谢谢我们的情绪伪装送的六六宝剑。走、哦，要联机了吧？联机了，这是我们老毛的脑残，他就是个脑残啊！哎，呀。小兵，哇！啊，看人家都帅气，还帅气，我的妈！这是个脑残、啊。谢谢主席送来的宝剑，谢谢主席。有所，妈的，也不打旁边怪，我打什么他打什么。哎，这边有房间。等会儿我先自己把这个刺，把这个副本过了，等会儿连上。不要慌！哎呀我，哎呀我操！这个狼把我套住了，过来帮忙！下水道。你要操！哎，你妈终于过来帮忙了！我操，差点被他们秒了，兄弟！外面什么地方？老鼠！哎，真鸡巴恶心，我受不了了！鸡巴毛老鼠，全身都是脓包，你妈！脑残啊！我去脑残、啊！敢死啊，到了！啊，这一头大便真鸡巴烦。这空，哎，上面啊，明天比赛，明天比赛，不对，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比赛，今天下午。嗯，哎呀！哎呀我操，谢谢小梦，
应该是这里吧。啊，刚才那个人过不过得来？过不来，他过不来。这是宝藏室，宝箱，这是搁浅的鱼，解色消洞，解瓶。你妈，你终于过来了。哟，我去，你们慢慢走过来的，我操！我太小看你了吗？要问童。哎呀，牛逼啊！那老鼠死了，这个脓包为什么不破呢？我很喜欢这个脓包破的样子。啊，擦擦。夜夏天，应该是上面的。上面就有两个，刚才是从这边过来的嘛？对，这边有怪，后面这边可以走，刚才没有走过。哇，谢谢时代！啊，这个红门开，红门。电池，电池，哎，奇了怪了，电池，一席，哦，左右两边，有蜘蛛，应该是这吧。哇操！一瞬间被秒啊！哇操！尼玛太屌了，太屌了！我尼玛一上就被秒，唉，这个副本啊，我去，谢谢鸡鸡鸡鸡，尼玛，这不是我浪，这不是我浪，这太奇葩屌了，太奇葩屌了。捞一个，就这边。刚才走的直啊，走的这边啊，对，这里。啊，楼上。对了。哦。我应该先让这个人去扛呢。嗯。先不上。好、哦、烟抽的漂亮，怎么这么牛逼呢？这狼还有点厉害的，这狗，狼狗，双子血石碎片，双子，哇操！我差点又被秒了，尼玛！水银子弹，我来帮一下。太菜了！啊、哦，谢谢瑞奇。妈，血宝石。嗯，这边不对呀、啊。尼玛，你血也不补一下，我尼玛你脑残呐、啊！哎，
啊，这边有个小门，把这雾挡了，倒雾器。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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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下对了吧？啊，不对，这在楼上。跑去打怪了，打什么怪啊？哇操，脑残，我去死了，脑残！啊，真是，打不过就不要打呀，等我呀！你妈！开门，第一。哎好，哎 boss， 有电，带电的，这些女王大人梦溪，他深度我有几层呢？这个我很好奇啊，深度我有几层我不知道，九尾九，干 boss 了，那个是老外还是基友？那个是脑残。哈哈哈！啊，等我跟基友一起玩。谢谢邪少送的十个大宝剑。这尼玛太脑残了！干 boss， 这个 boss 干了，应该是最后一个了。我们招一个，我召唤一下。这个脑残帮我吸引一下火力也好，吸引火力也好。嗯。在老毛的老毛子不知道在不在，菜花头在啊，还有公仔不知道在不在，还有 HB 也不知道在不在，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有几个基友在啊，感谢烦闷，有几个基友在，什么 boss 呢？看看啊，那什么 boss 呢？开门才知道。开门开始了，开，哎，谢谢我们的换，菜花头好坑的，哇，等一下，这个呀、啊，哇，这个好厉害。哇，这个好厉害！我操，雷兽，真正的雷兽！我操，刚才那什么鸡巴毛，这他妈才叫厉害啊！哇哇，伤害爆表啊！哇，换刀，铁足刀。让他打，怎么可能让他打呢？他有鸡巴毛用！我操！等一下啊，弟弟他会狂跳，他会爆，他会爆球。我帮我换套衣服。雷暴真鸡巴太鸡巴狠了。哎呀，去你妹的！嗯，用血族武器跟他打，叫个帮手，给手机外星人谢谢啊。嗯，来，我操，这个牛逼，来干，这个厉害，我去厉害啊，厉害，我先把钱捡过来。我他妈说有点不对劲啊，你妈怎么全他妈爆闪电纸啊，
他妈的跟电系有关，电系 boss 是吧？人呢？哎，人呢？哎，往哪去了？那狗气帮帮人呢？我这么鸡巴慢，来，好，哎，我他妈一上来他妈的好疼啊！哇，这个雷暴，操！哇塞！哇操，这个雷暴！是，我砍这么多刀，全妈砍空了！哎，我操！哇，狂暴了！1500。我先把血补满，哦，不要死啊，行，哇操，根本砍不到头，哇太高了，长得太高了，那没有电，我操！2000输出，哦，不要死！电系的，来。团队，我操！不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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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血，他死了，他死了。雷兽，来。我操！秒杀！怎么总七八毛最后一招被反杀？操你妹的！我以为他打不死我，妈的，这伤害怎么这么高啊？啊，把我秒杀！哎呀，操了！不是我贪心，他打不死我，我得把他杀了。操！我没有想到他秒我，啊，没有想到，这是我最想不到的。我最想不到，嘣的一下，哎呀喂呀！我崩一枪也没有用啊，我再砍一刀就死了。我以为他打不死我，知道吧？没有想到他妈，哎呀！伤害太高了，哦，伤害太高了，这最后一下了，你妈最后一下了，把钱拿回来，
哇，他是个雷暴，操你妹的！好像。我喜欢近身胯下输出。暴绝。哎 ,OK。雷暴的几率并不是很大。哎呀，我就怕这个雷暴，操，这都不虚，狂暴了，狂暴雷暴秒人呢，主要是一招，我操，狂暴雷暴有点小心啊，先满血。哎呀我操，哎呀我操，又被坑死了，我你妈好厉害呀，这个雷兽啊，我用短柄武器又打不到他，你妈用长柄武器我没有，你妈只能用这个剑了，操，用这个剑感觉打起来好费劲啊，谢谢处置，谢谢。天哪，我感觉这个防御力还好，好像没有刚才那一套衣服，我换了套套装，感觉还没有刚才那衣服好，感觉闪电抗性应该很高啊，哦，这个电的闪电抗性更高，试试吧，这样试试吧，这样试试吧。OK， 你妈，哎，我操！鞋好鸡巴厚啊，嗯，来哦，扛怪，那其实难也不难，难也不难，嗯，不慌，手太鸡巴短了，我最怕这种大型 boss 了，大型 boss 是我的印象，只要他们体格大一点，我操，小的倒不虚啊，就怕这大 boss。我钱包哪啊？那边。哦，我打他哪敢用拔刀斩啊？弱点在头部，但是头部根本砍不到。我你妈老子一进就爆啊！超大型雷兽，他死了吗？我感觉他防御力好高啊！好，不慌，哎呦我操，啊，爆的一瞬间如果能闪掉的话就好了，主要是爆气，不慌，
啊，暴气，不慌，千万不能慌，千万不能慌。打头啊，大哥！他爆了，很容易硬直啊！他死了，我操，他死了！哇，这个地宫还打不过了，我操！哎呦，我操，这雷子把我电的！不贪不贪不贪，慢慢来，不贪慢慢来，慢慢来。贪慢慢来，千万不能贪，你看。那离太远了，攻击力，攻击距离太远了，我操！我卡不到啊，操，好高啊！哎，哎，最后，哎呀，我勒个操啊！卡不到啊，怎么？老鸡巴普通。哎，我就不信了，这个鸡巴毛怎么有那么难打啊？啊，哦，好难啊！我勒个去，好难啊！右手先就得死，就得死。好，来，加血要等一秒，加血就死了，加血就死，那不用想，也是要先闪。操你妹，真鸡巴难，这个 boss， 而且碎玉。哇，手枪没有用，我都玩半年了，这些海洋梦用手枪无所谓的，用枪就得死，你开一枪要站着一秒，站着一秒他一套连把你打死，就一套连。哎，你往后闪他往前扑，你把鱼的简单本年度最难游戏啊，年度最难一眼小明，这不是人人都能玩的。 OK，给素白，我只能用我这个号，只能用这个，这个号只能用这个。哦，去拿钱，拿钱。左臂好像被。要爆了，那 boss 他是不会闪的是吧？我操，这个爆好鸡巴疼啊，操，拉出来一点啊，他们砍你们打啊，砍不到，操，太高了。哎，我这个人物打这个打这个 boss 真鸡巴能打，还不如我小号呢，小号好打一点，用镰刀。我真鸡巴能打，操！来，雷暴。好，雷暴节奏很好，力气太高，很爆。哇操，这么远雷暴都死啊！哇，太难打了，我勒个去啊，太难打了，我操，难打了。我换的哪抗装？我这个位置你有灯是吧？我跟我们基友一起打吧，我操，跟我们基友一起打吧。
尼玛，真七八毛！尼玛，真七八毛！操，算了算了算了，那跟我们继续去打。我操，这个七八毛好难打啊！哇，好难打！谢谢战舞，谢谢。来，谢谢碧丹行，太厉害了！我操，这雷兽。哦他妈一下只要中一下我操一下暴击死。我穿的明明是雷抗装备我操为什么他妈的雷抗那么低呢他爆雷雷爆他为什么会秒我啊他不秒我那么好打多了操。哎要稳要稳。啊难打我去。一箱糖亨利克比较好是吗雷抗应该差不多。不是我贪刀的原因啊因为像这样的 boss 贪两下没有事谢谢本色多砍两刀没有事情他这个雷兽啊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操因为我短柄武器不好打真的了很多刀砍空啊每砍一刀体力又不够了要留体力谢谢坏谢谢你的豪我这个头盔不导电的铜的我穿亨利特吧还不是不穿物抗挡爪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哎我穿的雷抗的衣服被秒我就怕被秒就怕他一个爆把我秒了但是穿雷抗套还是被秒了嗯我摇铃一马六六七菜花头还好拿放血者呢放血者根本一点都不疼没感觉亨利克是吧没有亨利克亨利克有的亨利克哇雷抗150啊我操玛丽亚亨利克套装是吧我手套没有亨利克的手套就不换了吧亚曼亨利克我只有这一套了就这一套了六六七密码六六七应该可以吧应该没问题唉这没买全啊雷暴距离太大门口这个位置等吧耶这边等不了这边谢谢小严菜花头来菜花头我操全鸡巴短柄武器一碰到大怪真鸡巴头疼我操真鸡巴头疼他妈的我凝视没有多少去凝视好了嗯带个炮灰是吧菜花头不行我那边菜花头那边一来就要死了我操线上可以找 NPC 可以的这蒙蔽跟我们基友跟我们基友一起密码667是不是同一个位置根本连不到要进同一个副本才可以连到啊大花头啊有没有共享这个有没有共享这个共享了啊共享了呀有鸡巴毛啊单挑操我只能打后腿我操打头是弱点打头能把打硬直你
你妈菜窝头这边不能来吧，你们没有进我的副本，你们好像跟我无法连接啊，跟我连不了，在同一个位置也不行啊。这套衣服应该可以，就是这大叔，对啊，血族武器啊，用你血族武器不行的吧，应该不行，我会进我的图，还带我自己来重新捡钱。我操，真鸡巴宝，真鸡巴宝，我难到了。哇，果然伤害低好多，我操，伤害低好多。我刚穿这套衣服就过了，操你妹的，然后都没感觉现在。啊，闪的时候，雷暴闪的时候，一瞬间可以闪掉，我爆了，那打头可以硬直啊，我的妈，我真的很想拿把大剑，操，小怪也是人命啊，扛不到，操，走了啊，这鸡巴菜，闪掉漂亮，要闪掉雷暴，其他没什么好话的，小心肋骨，哇，他这个雷暴，啊，不慌，这把有希望，还是衣服的问题啊，还是衣服的问题。我操！这个反车，搞定！操！我这他妈衣服的问题，操你妹的！我他妈说他妈的被他妈打成这个逼样，怎么回事？操，搞定，我换套衣服好打多了，操你妹的，人妈五千八了个秒，哎，够鸡巴毛玩，你搞定，也估计是那小伙啊，妈的，红导电，铜不导电啊，红怎么可能导电呢，对不对，铁导电呢，谢谢安小明，哎，我尼玛打得头疼，这 boss， 哦，真鸡巴头疼，我操！啊，行，修下武器，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红怎么导电呢？我去，红不导电吗？这些小庆是哪行？红导电吗？哎呀。秘法暗铃，
190。OK。光导电比铁还厉害是吗？哎呀，这个，好吧。快速搜索地下城，来给我个金杯，给我金杯，给我金杯一起吧，公仔啊！我差两个秘法暗灵，这个秘法暗灵呢？打苏梅鲁，打苏梅鲁，我只能打四层的。对手搜索就是入侵老外，那差两个秘法暗灵。或者可以开一字大金杯了，我看看宝石吧，我打那么多宝石试一下，看宝石。秘法相关性悟空，同族蓄力，体力消耗很高啊。伊芙琳，哎，前因呢？您看一下。